大户型性价比路由器推荐，新华三 NX54。该款路由器采用立式通透散热设计，隐形收纳式梯形底座，机身背部镂空，与大面积空气对流，保障路由器的稳定运行。拥有四个千兆网口，天线方面采用六根 I 型高增益天线设计，两根 2.4GHz 天线，四根 5GHz 天线，内置六路独立信号放大器，单台覆盖面积可达120平米。配置方面 ，NX54 搭载高通 IPT5018 处理器，配合独立网络加速引擎 NPU， 实现并发12网络通道处理，配备512兆内存加128兆闪存，双屏并发理论速率可达5378兆位每秒，支持 4K QAM 传输技术 ，Easy Mesh 主网，160兆赫超大频宽 ，MU MIMO 和 Aftermath 技术等。